好啦，我们要把这个隔水加热的加金属嘞，现在倒到我们的模具里面去。好，这是刚刚熔完的加金属，好，稍微看一下。OK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倒到模具里面去。好。哇，超美的。像镜子一样，哇，我们的量子够做一条金条诶。没了。哇，你看变银镜，变镜子，有没有？倒不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的量呢？这样是100克，勉强只能做一个金条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它凝固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状况。那哆啦 A 梦呢，就只能下次喽，因为没有了，100克都没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着，让它凝固，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它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好，你看超像镜子，哇，超美的，你看手上面的什么？银白色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像汞，超漂亮的。我们先。让它凝固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。